我们御品日本黑毛和牛，我们诉求就是要给大家顶级的味蕾享受，御用品尝哦，这就是我们御品的由来。我们选择开创直播之路哦，是为了让全台湾各地的朋友透过我们的直播平台，在家就能享受到我们日本黑毛和牛的美味。我们直播室哦与我们的接待室哦完全分离，为了就是不让我们肉品哦受到任何一丝的危害。那我们直播组哦跟我们厨师的搭配哦，专业中又带点风趣哦，开心的跟大家一起度过哦快乐的每一天。那我们有专业的设备以及细腻化服务哦，为了就是让线上的每一位朋友哦能有宾至如归的感受。我们每一头日本黑毛和牛经过屠宰分装到我们的御品，都是经过严格的检验哦，层层的把关。每一头日本黑毛和牛它也有自己专属的身份证跟证书，我们为的就是让大家买得开心，吃得放心。我们不只要把最好的和牛分享给大家，更为了老饕，我们开创了一堂料理教室，为了就是让大家可以轻松看直播，轻松学会做料理。我们会一直努力创新，希望给大家更多元的直播平台，就让我们敬请期待。